确实刚没开，sorry，刚没开那个声音。回来了，宝子们！我今天大姨妈第一天有点痛。等一下，宝子们，七七宝贝。你刚才看谁直播呢，七七？谢谢布布的分享。谢，恭喜七升到32级。游戏主播。再叫我打，完了，妈生气了，你这叫你成流浪狗去，又生气了，来，我妈说让豆豆做流浪狗去，好无聊啊，七七，我们聊聊天吧，来呀，我不来你就不要叫啊，别都睡觉了，都被骂了，是吧？你再叫我屁股。Hello， 酷狗。你家猫也叫豆豆，这么巧，那不是双豆合并，天下无敌。再叫我打屁股，再叫我就出来打屁股了。我不仅哦，你叫大名叫我这个也是小名，他大名叫黄豆。我跟你讲，我不仅没好，我上面又长了一个新的水泡，就是一波未平啊，它一波又起，哎。气死我了！另一只猫叫煤球，应该很黑吧？啊，好想吃霸王鸡盒啊，兄弟们，我要点个霸王鸡盒。你抠了，越抠越发，我没抠，我对天发誓我没抠，他自己在旁边往外扩展了，我每天都涂好几遍药，结果他越来越严重了，结果他越来越严重了。嗯，肯定是需要排排毒，去去火。哎，好想谈恋爱呀，七七，谈个正常人的那种恋爱，就不是我们聊的那种啊，七七，正常人是个人。不要想，为什么找不到是吧？那七七和你就没啥好聊的，为啥？七七一致和我认为，男的都是傻逼。是个人，其实这个话看似简单，却很难做。你说的太对了，1938736689哥哥，说明你也是一个得到了的高人，你也悟了呀，你真的悟了，说明你也悟了。你悟了呀。
真的没什么要求了，正常人就行。真的，以后别人问我谈恋爱找什么人，我三个字，正常人。真的，找对象正常人。你们谁给我介绍过正常人对象啊，兄弟们？有没得正常的呀？就是个正常。现在已经成这样了，就是没有什么要求，只想找个正常人了，这真的是怎么回事啊？那估计真的很难找到了，那除非那个人有社交障碍，你俩合拍，因为我有社交牛逼症是吧，因为我有那个社交牛逼症，所以我就必须得找一个有社交障碍的，是不是兄弟们？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是这个意思吗兄弟们？兄弟们是这个意思吗兄弟们？找哑巴算了。哎，我就希望就是找和我一样，如果他是个男生就很好，就是男版的我，我就已经满意了。就是找男版的我，就是找一个男版的我。一个和你共同兴趣爱兴趣的和一个你俩互补的，你选哪个？我选哪个？这个算什么问题？还是要综合来考虑的，没有什么二选一的。有可能有和我共同兴趣爱好的，但是很难交流，那也打咩呀。如果有一个跟我互补的但是是个傻逼也不行啊。哦，综合看待吧。不听会了，今晚我要玩，不好好工作又在这儿。你笑死个人，本来就是的。你说这真的是要综合判断，哪能就这么二选一呢？得看他这个人整体是什么样的。他要是个傻逼，那两项都有都不行，真的不行，真的打脸。七七你看郝红正常吗？朱一龙呢？朱一龙没接触过，但是他长这个样子的话，无论他多么的不正常我都可以接受。都是正常人，就看别的呗。本来不想吃霸王鸡盒的，郝红哥一说我就想吃霸王鸡盒，我现在来点个霸王鸡盒的，都别拦我，别拦我，今天我带妈来了，我最大，我想吃什么都可以，别拦我啊。我带妈来了，今天脾气很差的啊。我可以用8块钱的饿了么券，你们有吗？你们有8块钱的饿了么券吗？
你们没有。没有沟了，现在没有沟了，哪还有沟啊？现在都是大河、大江、大河了，没有那种抽水沟了。家商家券应该不止八块，只有八块。会员券跟商家券只能二选一用，不能叠加使用。一看就是不经常点外卖的小朋友，是不是啊？兄弟们，表面上看穿这样，其实哎，给大家看一下，下面是不行，真的不行，因为肚子痛，兄弟们，不能穿太少。我买的 Miu Miu 发箍我一次都没用过，今天用上了。哇，这个 Miu Miu 发箍夹的我脑瓜好痛啊。还是你吧。这个就是很时尚，就是很时尚的这样的一个装扮，就是为了美团的每日付款折扣，我特意又办了张卡。哇操，牛啊牛啊牛啊！给大家饿了，饿了就吃。给大家拆一下我的快递吧，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快递。哎呀，妈妈，今天还能不能寄快递呀？今天还能不能寄快递呀？9:14了，哎，明天一早能不能帮我去寄一下快递呀？对，我忘记下单了一只。这咋搞啊？没事，明天早上也来得及。你们明天早上几点钟起床？你说我肯定可以早一点，是不是在上面那个？对对对，还有那个泥，对，到18个小时内。可以啊，明天可以啊，明天早上就可以啊。明天早上太容易了。要洗篮子啊。
是我买的，应该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眼线笔，应该是。看一眼。哎，好像买的眉笔。对啊，不是我今天大姨妈肚子痛，我今天大姨妈肚子痛，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江江眉笔买的是，因为直播每次都要化妆嘛，然后买了很多的眉笔。现在没有新势力，一周好像只能一次新势力。我买一条非常非常漂亮的裙子，明天可以直播出来。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快递？哎，就这个。哎，这个超美，这个真的超美，超级超级美。斗鱼雪葵伊斯兰火箭。他不这样，哪有主播在这儿播呀？超级，我你们看不出来这个，你们看不出来这个，但这个真的超级美。算了算了，太白了，反光你们看不出来这个美，要上身看才知道它的美，它的美丽要上身看，耶、yeah ！这个应该也是。我特意买了两件大衣，大家帮我选一下，买大了。这个不是大了耶，它是那个，就是那个，好像是自己用自己的尺寸定制的，定做的。它是用自己的尺寸定做的，它不能够，它没有那个码数的，你要给它，比如你的胸围啊什么，它才能给你做。然后我特意买了两件，我来对比一下哪一件好看一点。腰带啊，它这个本来就是这个收腰的，这样的，你看，本来就是这种收腰的款。它这儿就是它有一个收腰的设计，然后它这边有个下摆，就是为了让你看到腿，然后显腿长的一个，然后下面是一个像花瓣一样。它这里是收腰的设计，它这里很窄的，因为比如说如果是普通的大衣的话呢，它是这种廓形的，就是说它这里都是直的，它不会给你有个收腰的设计。所以你需要自己绑那个腰带才能让你显出有腰线，但是呢它这一件就是本来就有腰线设计，所以它就没有腰带，它就是个很简单的一个直接扣上就可以的风衣，就不是风衣吧，就是一个外套，羊毛的一个呢外套。我觉得这件还是站这上面看一下，是不是穿着睡裤有点看不出来啊？但我感觉看起来好像还可以，你们觉得呢？这件可以的，很可吗？行，那就下一件。那我决定了。但是这一件就这种毛绒的，这种毛茸茸的，我觉得它唯一的不好就是，第一它没有腰带，第二就是它，我觉得它唯一的优点就是真的很温暖，你知道吗？
然后它也是这种有领子的设计的，这样的。对啊，我就在这两件当中要挑选一件，因为我只能留一件白色的，所以说就是不能用这么多件白色的，所以我只能二选一，我就在纠结。那个虽然很好看，它好看的原因是因为它很薄，所以它就是做的不会那么臃肿，但这个呢，就是因为它很厚，所以现在看起来就很臃肿，所以我就在纠结，如果这两件只能留一件的话，兄弟们，你们觉得哪一件？这个好看，你们觉得这个比刚刚那个好看是吧？你们觉得这个比刚刚那个好看吗？我只想留一件的话，你们选择哪一个呢？它这个就是这种毛绒的，然后很厚的，全是像那种兔毛一样很温暖的第二件，然后它有这个领子的，但是它没有那个，没有腰带。我觉得它的美中不足就是，我觉得美中不足少一个腰带，还是说它没有给我发腰带？我问一下。觉得身上这件好是吧？直播穿第一件，出门穿第二件。谁直播穿那么多呀？时来运转，我直播穿那么多，你看嘛。身上这件大气，穿上有贵气。对呀，就是好像就是刚从那个刚从我800平米的家里出来一样，不太适合有雪的冬天。对，这件就是有点于寒冷，有点寒冷了。第一件适合拍照，好，所以说第二件比较实用，对吗？所以第一件就不要。我知道了，知道了，宝宝们，懂了，宝宝们，懂了，明白了。好了，没了，那我就退一件留一件吧。看这是什么，哦，这是我的眼线笔和那个都到了，眼线笔和眉笔都到了。美炸倒也不至于，就是一个普通人。长长哥自身难保了，还让长长哥给我报销。就是可以，就是一个垃圾袋，兄弟们，哎，一个垃圾袋，兄弟们。比较实用一点，省吃俭用界的王者。这颜色在哪看？第一件完全看不出来是呢子大衣，感觉对，很薄很薄，就是，但是版型是可以的，因为它如果不薄的话，就做不出这种
就做不出这种感觉了，可能做出来就会感觉觉得比较比较那个。哇，谢谢谢谢首谢谢李主任的首席大副，谢谢。他可能就会比较臃肿一点，还是戴发饰好看。我也觉得我好像就是挺适合戴发饰的，就是会让我没有那么丑陋。李主任大气。长长哥终于说对了一个成语，不会吧，不会吧？长长哥平时都说不对的吗？要不你现在写了吧，怕你忘记了。哦，我现在就写，可以。我这有纸有笔，我一会儿写了给你放过去。你写一个，我就放进去。没事，不用不用，我待会儿一定给你写好，我肯定不会忘记的。倒也不至于吧，长长哥还是不至于到土的程度吧。太好了，今年一年眼线笔都不需要买了。你知道这眉笔多少钱吗？9.9元两支，兄弟们，9.9元两支才是我们这种人消费得起的这个眉笔的价格啊！我跟你们讲今天的一件事儿，就是让我很无语。我有个姐妹，就是挺美丽的，你知道？你们来评评理啊，挺美丽的一女人，就是很漂亮的女人，对，包邮，就是很漂亮一女生，然后就是也就是自己做那种服装啊什么的这种生意的，然后呢，她交了一个男朋友，然后男朋友呢，就是最近就是可能就是资金上有些许的问题吧，就没什么钱，就总问我那姐妹借钱，然后就是他们在一起这么久，就是一直花我那个姐妹的钱。然后呢，今天被我姐妹发现她出轨了一个女生。哎，你说出轨一个女生就算了，如果那个女生就是比我那个姐妹漂亮，比我那姐妹有钱的话，咱们也就认了，是吧？技不如人。但是她出轨的那个女生是又很丑，然后又就是各方面都不如我那个姐妹的人，你知道吗？兄弟们，你们这男生什么想法啊？兄弟们，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这男的什么想法呀？这男的什么想法呀？兄弟们，你们应该懂吧？都是男人，应该懂男人吧？然后呢我姐妹不是给他就是他用我姐妹的那个钱去给那个女生就是买了口红完美，而且是买的那个完美日记的套装。哎，就是不知道从哪里吐槽，反正就是很无语。兄弟们，让人难以理解。我姐妹也是漂亮的女生，能理解她用你朋友的钱也觉得憋屈，在那个女人那里找到温暖和存在感了。天哪，还有这种操作呀，兄弟们。
这都能理解呀、啊。내곁에감싸준너언제나함께할게바람이날리는그대의我觉得我也觉得面馆都没这件事恶心。吃软饭在我们这儿叫嘎吱窝里做人。嘎吱窝里做人是什么呀兄弟们。兄弟们难以理解啊，难以理解。有味道了，真的。嘎吱窝里做人有味道了，兄弟们。有那味儿了，已经闻到味儿了，兄弟们，我感觉已经闻到狐臭味儿了。能理解他的想法，但不理解他的行为。然后呢，就是其实我的姐妹就是让人更加难以理解，就是今天就是安慰了他半天，就是想让他整一个做个大方妻的动作。我说这个男人就是已经不能要了，就是已经完全就是判了死刑了。他说就是零到一百分，他现在几分？我说这个男人已经零分了。然后我姐妹就是抱着一丝的幻想，我说你真的是不用再幻想了，就是没有幻想了。她说可是我都没有看见他们两个干什么。我说你难道非得看到他们两个干什么了你才能死心吗？别人短信都已经发了，今晚要不要来我家这种话，那还能有什么呢？后面还能发生什么呢？后面还能发生什么呢？姐妹还能发生什么？你告诉我，下棋在家里搁这 cos 梦蝶呢。啊，我说啊，我说那还能干什么呢？这里就没有别的选项了，肯定就是那什么了呀。他说就是，然后那个男生就是不承认啊，那个男生就是不承认。算了，尊重祝福、啊、锁死。但是因为是我的姐妹，就是我还是会持续就是拯救她的，就是做一个拯救她的这么一个大动作。然后他就是跟我说啊，分手完事了，他说就是没看见，然后那个男生不承认，会不会就是什么事没发生，他说他就还是可以原谅的，如果什么都没发生的话。我说那你要怎么判断他就是没什么没发生呢？兄弟们，这还能晚上还能干什么呀？兄弟们都去他家了还能干什么呀？兄弟们，我今天真是无语了，兄弟们，我真是无语了呀。看了一宿夜光手表吧，哇，真的，我说，这个，我说，难道你就非得看到那个场面，你才能够就是死心吗？然后他说，他对我保证的特别真，他都下跪发誓了，他说跟他绝对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关系。然后兄弟们，我整个人我就是，哎，我那个发夹呢？哎，我整个人就是，我不知道说什么，兄弟们，他说
确实啊，你也没有办法判断他到底有没有做没做完。可是他就是那个，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他觉得，那个男生就是态度就是很坚定，就是不像是说谎的样子，是乞讨或者是吃软饭罢了。我真的是，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反驳。水滴不错。女人嘴上承认，心里却很忠诚。我觉得这种情况真的是，就是不懂啊。如果是这件事情发生在你们身上，你怎么办？如果一个女生跟你说，被你发现了，然后跟你说，我发誓，我真的跟她什么都没有做，就是你们会原谅吗？宝宝而已，谁在乎、啊、是不是？会是他爱他比他爱他多得多，那肯定呀，肯定是这样的呀。那么就是我总结一下，总结的内容如下：不要爱上男人会变得不幸，对吗，兄弟们？去吧，长长哥，去吧，是不是就是不要爱上男人会变得不幸啊，兄弟们？是这个理儿吗，兄弟们？喜欢可以不要去爱。每一个也是保护好自己，兄弟们，保护好自己，兄弟们，不要随意爱上任何一个人。It's cool you feel the same. Likewise the DJ here. If he's just pressed and play. Kicking in the basement. Kicking in the basement. Hating all. 跟我默念，男人都是一个样。The same things do. If I need a pick me up, would you come and pick me up? I could really use a bug like you to pick me up. Way up, way up, way up to the sky. When everybody here is sinking in and getting high. Way up.
谢谢、哥哥的办卡，谢谢。对啊，这个话题没有正确答案，我也觉得。我们聊聊世界和平吧，兄弟们。谢谢跳不送办卡。然后我在北京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女孩，你知道吗？就是也是的，就是前几天就是在朋友圈闹特别大，说要分手啊什么的，说那个说什么有女生啊什么勾引她男朋友啊什么的，她男朋友跟她就是反正就是什么反正就是这种吧，然后就是闹很大朋友圈，然后身边大部分朋友都知道，都觉得他们好像已经分手了，然后过两天他们又发朋友圈和好了。和好了，不喜欢男的喜欢女的一样挨扎，真的假的？然后就是就和好了，然后又发朋友圈发合照，就是是不是我们这种，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就是像我们这种不是当事人，我们就能很理智，就比如说我操，能发生这种事情，一下就能分辨出好坏，然后一下就是做出决定。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是当事人的话，还有很多很多别的因素考虑进来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没办法那么理智了。也许换做我们他妈也傻逼了。Way up, way up to the sky. Way up, way up, way up to the moon. 如果你爱一个人，一定要想办法让他爱上你。怎么才能让一个人爱上你呢？你这个问题有点深呐、啊，你这个问题有点深。每个人角度不同也是，就像是郝红哥给我推荐的基金，虽然赔了，可是我不信，又多买了一点，然后就赔的更多了，是一个道理的。一般正常人不会这样的，只有我这样就是无比信任一个人才会这样的，把我的所有的积蓄都拿进去买了，结果就是现在就是整个一个大绿色，兄弟们，整个一个大绿色。从那以后支付宝没红过，兄弟们，支付宝没红过，买了整整1000人民币，没红过，兄弟们，现在只剩500了。你可能输错代码了，500，你可能输代码了，没有。我买了整整就是，兄弟们，我的所有的就是能用的都是1000元人民币，就是全部都买了。哎，你问七七，哎，你问七七，哎，就是这1000块钱就是本来是我就是每天的早餐钱，但是呢，因为买了你，相信你，你说能一千变10万，所以就是我就买了。买完之后呢，就是每天早餐也没吃了。
结果现在就是1500。给七七那个组合，我自己早就变了1000、10000次了。你看他多阴险呀！好啊，你看七七，这就是男人。哎，他就是变了不告诉你，哎，他自己变了不告诉你，然后给你一个错误的选择啊，自己变了1000次。你说啊，但夫妻本是同林鸟，他大难临头各自飞。我们这还不是夫妻，我们都不是同林鸟，你这飞得比谁都还快，这谁敢？都还只是啊朋友啊，就已经就是整个一个大飞大快飞啊，整个一个大飞速，一个大消失。我不说，我说本来夫妻本是同林鸟，我们说我们现在还只是普通的朋友啊，你飞的那是更快，哎，很难想象啊，很难。首先必须得是学律师的，就是律师专业出身的，不然的话郝红哥偷偷转移那个夫妻共同财产，兄弟们，郝红哥转到那个什么瑞士银行，兄弟们，瑞士银行里去了。啊，长得像迪丽热巴的律师是吧，兄弟们。这必须的啊，聊不来，律师不找了，聊不来，是不是怕律师？你看，郝红哥阴险的很啊，他不敢啊，他不敢找律师，哎，他就找那种不懂的，找那种不懂的人偷偷把财产转移，郝红哥。太阴险了，真的是玩不过男的，真的男的太聪明了，姐妹们真的是玩不过男的，真的真的放弃了，姐妹们，太可怕了啊！以后给那个郝红哥谈恋爱，家里得装那个监听器和那个监视器，要搞那种双面的镜子，就是能从里面看到外面，外面看不到里面的那种。对呀，律师的财产比你多，你把律师的财产全部转移到你的瑞士银行账户里去，律师可以让他光屁股出去还欠一屁股债。哎，没有没有，不一定，我跟你讲，那个郎咸平啊，他就是学经济的，我告诉你，他能让别人给他当几年小三儿，然后还倒欠他钱，牛不牛？不要被男人骗，瑞士银行根本不是当年那个瑞士银行了，现在那你们都是怎么转移的呢？郝红哥，那你现在是怎么转移的呢？现在是用加密货币是不是？好啊，等一下，喂，你好。嗯，好好好好的，没事，好，拜拜。嗯，怎么了一龙哥哥？哎呀，龙龙，我还在直播呢，你晚一点再上来吧。嗯，戏拍完了吗？好的，一会儿就到啊，拜拜。欢迎小智哥哥，小智哥晚上好。你的财产就这么一点儿，就几百块。七七，就这一点。好哦，郝红哥的早转移了，你们以为啊？现在手上就这么一点了，郝红哥以前的早就转移了。郝红哥，你还欠我500呢，你还？我赔了500呀，我赔了500，郝红哥赔我500。
欠我两个火箭，什么火箭呀？这么说想起来了，别考研了，七七，早点出去工作不好吗？我赔6000，告诉你财富密码，你非要输错，你的财富密码是绿色的，你自己看一下你。我知道了，是你的财富密码吧？啊，是你的财富密码吧？就这还收手续费？我记得大大的红色，你在搞笑。没证据吧？有证据，我现在就给你投到那个屏幕上。别，我不仅投到屏幕上面，我还要直播你的直播。我看一下你怎么说的啊！我总是想起今天咱俩说那句话，简直太对了，太对了吧？我也觉得太对了，真的，姐妹来握个手来，我发现真的是，真的是我们两个都悟，就是悟了，你知道吗？就是悟了。我也有好红的代码，观察两周，绿绿绿绿绿，你看，赔我500。看一下好红哥评价有没有人骂你。没人骂你，你就骂一句是吗？对。豪哥怎么不理我了？跟你开玩笑的，不会放的。你开玩笑的，好红哥啊，不会放的，我是那样的人吗？好红去删评论了，这好像是不能删的。谢不杀真，不用谢。紧急公关中。好红哥什么时候那个什么呀？好红哥什么时候在直播呀？我进去下面评论你，我说啊，男神终于直播了，好帅一男的呀啊！此条5毛。Bad for me, one kiss. Bad for me, but I give in so easily. And no thank you is how it should have gone. I should say. 好红的财经大 V， 他不是财经大 V， 他得发100条。像我这种大 V 发要100块钱一条的。你为什么只有一双鞋了，长长哥？
写怎么了长城哥？我现在有那个穷鬼认证，红精微穷鬼，中国穷鬼。你穿什么鞋可以洗一下吗？正好长哥可以买新的了。那长哥应该要走运了，你是不是要买那个松糕鞋呀？我给长哥推荐一个鞋，长哥，我给你推荐个鞋子，就是那种独特的感觉，好像踩在地上，但又好像没踩在地上的感觉，就这样啊。长哥，64码都能买到，长哥这怎么样？是不是很不错？这双鞋有你的码，帮你查过了，特别适合你。就特别适合你啊，特别好看，长哥特别好看，特别好看，长哥。给大家看一个。1300块钱。Off White， 1300元，有人买吗，兄弟们？有人买吗，兄弟们？限时折扣，兄弟们，1300，兄弟们。狗都不买，喜欢吗，兄弟们？我操，这么牛逼，这么快就搞定了，不会吧。凉鞋完全抢了，完全被袜子抢了风头。Off White 永远的神呐，兄弟们！
再看一下什么，有什么鞋适合女人的。找到了，长长哥要的千层底的，找到了，要了千层底的，无论踩什么都不会，无论踩什么都不会被泥溅到脚的鞋，长长哥的，再也不会被泥溅到脚了，千层底的这。还不赶紧搞，你就太快了吧，2000字十篇写了20000字。你们就说时不时尚吧，我就不多说了，这绝对是今年必买的。等一下，我再找找适合你们的鞋。我看到了好红哥，我看到了好红哥，好红哥适合的鞋，这是不是好红哥？这是不是好红哥的鞋？好红哥是不是你的鞋啊？好红哥，好红哥是不是你的鞋啊？上面写着好红哥的名字，我脚背好像没有这么长，他是把脚垫起来的。这种鞋好像是跳那个什么钢管舞的时候穿的吧。再给你们发看一个，你们知道？我先问一个问题，你们知不知道巴黎世家？兄弟们，穿上就。哇，你们知不知道巴黎世家？兄弟们，你们知不知道巴黎世家？我给好红买一双。你们知不知道巴黎世家？兄弟们，我给你们推荐一个今年最火的，鞋子，巴黎世家洞洞鞋。巴黎世家洞洞鞋，兄弟们，好不好看？兄弟们，只能说太适合长长哥了。兄弟们，这双现在只要5760哦，兄弟们，有没有想要的？兄弟们，这双只要5760哦。说实话，这双鞋送给我，我也不会穿的。我说一句实话。哎，说实话，这双鞋有人送给我，我都不会穿的。
supposed to be. I hope that you're missing me. Cause it makes me feel young. 其实我真的都很，我其实我一直都不喜欢洞洞鞋。他有段时间不是挺火吗？我一直从他出现开始到现在，我一直不喜欢洞洞鞋。我洞洞鞋好土好丑啊。Hello, hello. Last time that I saw your face was recess in second grade, and it made me feel young. 我搜，兄弟们，我搜丑鞋子搜出来了。其实十万字只有十个字是自己写的，那就是你的名字，读书笔记是吧？兄弟们，我搜丑鞋子，我搜出来这个了，兄弟们，这个鞋太适合我了吧，太适合我了吧，这不就是我的鞋吗？国王排名要不要我帮你？要不要我跟你们剧透啊？你们谁看国王排名了？郝红哥看国王排名了吗？让不让我帮你们剧透啊？要不要我帮你们剧透啊，宝子们？你别剧透，郝红哥，我告诉你，你知道为什么？你看到哪里了，郝红哥？明天正打算看，夺舍，夺什么舍？我看到那个了。我看到那个，我看到，嗯，怎么说呢？就是看到那个叫什么冥府还是他爸抢啊？我那个看完了，他爸抢他弟弟的身体看完了，然后看到那个米兰乔要杀他现在的王妃。然后看到了那个德斯哈，是叫德斯哈，就是冥府的国王，然后通过那个门来到了，准备来到这个，就是主角所在的那个王国，看到了主角来的那个王国了。你有什么疑问吗？我可以告诉你哦。你知道当时为什么要把米兰乔为什么要把那个大王妃第一任王妃杀死吗？因为他现在就是国王现在拥有的力量嘛，然后跟米兰乔说他想获得永生，然后他想了个办法，就是米兰乔想了个办法，就是说用你儿子的身体当容器，你就可以再能够再活下去。但是当时他们只生了一个小孩，他说巨人族只能生一个小孩，那我已经生了，那个小孩的力量不是已经被夺走了吗？然后米兰乔就决定帮他，就把那个大王妃给杀死了，然后迎娶了二王妃，生了这个戴达，然后就是为了成为他爸爸的容器，把他给让他给永生吧。Goodbye. I said to my bestest buds, we said that we keep in touch, and we did our best. All my new friends, we smile at party time, but soon we forget to smile at anything else. Won't you help me sober up? Growing up and maybe numb, and I wanna feel something again.加速世界，刀剑神域，还有罪恶王冠，我就继续再看一遍。动漫现在一般喜欢看搞笑番，你看过日常没？日常很搞笑。
会儿我们一起打游戏吧，一会儿我们刷精灵吧。巅峰甚是喧嚣，对，日常真好笑，日常真的很好笑。我决定再看一遍日常，我好多都有点不记得了。好恒哥，我好多都不记得了，我现在得一定把它都给回忆起来。那是我好久以前齐木楠雄的灾难，哎，那个也很好，很好看，我也全看完了。我也是，我觉得是就是生活已经很苦了，就不像以前一样愿意花很长时间看那种，我就不喜欢看这种很悲壮很悲伤的，我就喜欢，对对对对对，哎，我也是，我年纪大之后那种设定很长的那种动漫我就看不下去，我就希望看一集，然后一集是开心的，今天是快乐的，生活已经很苦了，就不想更苦了那种感觉。特别是我这个人代入感很强，那么一讲悲伤的故事我也悲伤了。确实是没耐心了，这几年也就转身蜘蛛怎么样，这个设定番看得下去了。转身蜘蛛，哦，那个很搞笑，他变成蜘蛛了，很搞笑的。我之前还能够看那个什么火影忍者这种，现在都没心思了。哎，对，郝红哥，你说太对了，就是中忍考试那一段，哇，当时我每一集都看的是热血淋头，包括后面那个他们追佐助那段也行，到后面那个什么，就什么木叶村被毁了，然后之后又开始无限的回忆到那后面之后，然后三人什么大战什么的，我就觉得啊，就不行了。第三次什么忍者什么世界大战什么的，哎呀，反正就看着就没以前好看了。自来也死的时候，我跟你讲，有两个高潮，我觉得第一个是自来也死的时候很伤心，还有一个就是宁次死的时候我也很伤心。我一直都很喜欢宁次。
我也觉得他应该是一开始也没有觉得，对，我觉得他一开始也没有想好到后面很长吧，他就想到中忍那里了，应该。嗨，硬甜的，硬化的。好的，去吧，厂长哥。OK。我海贼没怎么看，我当时很火的就是死神、海贼跟火影，因为我那时候在上学，实在没有办法同时追那么多，而且当时我的内心里就是喜欢看火影忍者，对其他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好，篮球被限流了，没有被限流啊，是因为人气本来就这么一点儿，宝宝。追剧太，你说太对了，有时候你好不容易等一周吧，在前面20分钟动漫。那个主题曲，那个还有后面结尾曲一放，然后前面回忆一过，基本上就只有10分钟了左右了，就根本就没有时间了，就10分钟，有时候还回忆搞一整集，气晕了。然后好不容易看到高潮部分，好，给你戛然而止，要下星期再看，就是你的这个耐心就是磨完了。我也是觉得，我就会把它攒到一起，等它完结了一起看。我现在看这个国王排名，我都接受不了了，我都赶紧看动漫了都。对，我也是，有时候等久，前面剧情我就忘了，就太生气了，真是浪费我时间。我们要不要先双人一下，郝红哥？等那个长生哥来了，我们一起静音。我双人已经10-11了，完了，带不动了。
回来，早就回来了。静林多少人都可以买，静林三个人。好困啊，今天我今天大姨妈来了，肚子贼痛，然后今天醒的贼早。我今天我们两个双排。嗯，好，我都回来播一两个月了，好烦，明天就要去学校了。我每天直播前我这么想，我说操，好烦，要直播了，那得麻烦妈妈给你熬汤了。对啊，我妈妈给我熬了藕汤。好烦，明天早上要早起上班了，好烦呀。有没有办法可以不上班啊，兄弟们，有没有办法可以不上班啊？你错过了很多呀，江小白，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不上班啊，兄弟们，难受啊。不上班也挺没意思的。哎呀，想打哈欠了，不行了，不行了。都给我呢。后面我都玩烦了，去年疫情辞职了，然后因为疫情在家休了半年，后面都玩烦了，还能玩烦呀，兄弟们，我也想体会一下那种玩烦了的感觉，就是玩到烦了想工作的那种感觉。Hello, hello, I'm not where I'm supposed to be.打通了 N 个游戏，那不是很好吗？那不是玩烦了？哦，对，你不是说你本来就不爱出去吗？那只能说明你的生活不够丰富。我每天最快乐的时候反而是读书，你真的好恶心啊，我吐了啊。读书感觉有盼头了。一个人玩不无聊吗？对啊，你一个人不玩不无聊，我喜欢跟别人，我喜欢跟朋友一块玩。书中只有颜如，书中自有颜如玉，你不懂，我不懂啊，兄弟们，你们懂吗？我从小不爱念书，我每次寒暑假都无聊，每次放好长，我寒暑假从来没有觉得无聊过，我操，我觉得每天都好快乐，每天都可以和就是每，我跟你讲，就是每次上高中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每天都有不同的朋友约我出去玩，有男生请我吃饭的，请我喝饮料的，还有姐妹请我上网的，哎，就是很多，每天都很快乐，一点没有觉得无聊。那时候我还爱打游戏呢。现在不行，马上就要作业快乐吗？作业都是最后一天写的。
谁写作业啊？谁写寒暑假作业业啊？谁写呀、啊？谁写寒暑假作业呀、啊？搞笑吧？谁第一天写寒暑假作业？我从来都是最后一天写的，都最后一天抄别人的。谁写呀、啊？我都是被抄的那个。你成绩好啊？我成绩好差呀、啊，我成绩多差呀、啊！我真是不爱学习，我感觉我这人是估计有那个什么多动症，你知道吗？就是很爱动，静不下心来。你没发现就是我没法好好坐着嘛？就我直播我也没法好好坐着，我得不停的换动作。就是我不动我难受，兄弟们，我有多动症。学个乐器就好了，我之前学过钢琴，后来发现我最喜欢的还是跳舞，因为跳舞可以动。我高中还好吧，就是很朋友呗，朋友请啊，就是可能是因为我那小城市吧，男生都是请客的那一个，就是男生都是会请客的那一个，男生都是会。我今天大姨妈宝宝今天跳不了，就下面穿的是睡裤，男生一般都是请客的那一个，就是跟他们出去，就比如说我们一群人出去的同学啊，都是男生出钱的。我们思想没有那么先进，我上学那会儿家里巨严格，没什么钱请人。我们那几线城市消费也低，我一天10块钱，10块钱还不多。Made 100 good stories. 100 good stories make me interesting at parties. 100 bad days made 100 good stories. 100 good stories make me interesting at parties. Yeah. No, I ain't scared of you. No, I ain't scared of you no more. No, I ain't scared of you. No, I.10块钱属于很土豪了呀，我午饭就6-7块了。你是一个土，你是吃什么呀，哥？我上小学一天1块钱，我上小学的时候好像是一天2块钱吧，2-3块钱。你好，红哥，你真是牛啊！你10块钱，喝个水就没了，10块钱很土豪了。小学吃饭是食堂的，我太能吃了，好红哥太牛了。每次好红哥还吃2个霸王鸡盒，我一个霸王鸡盒都吃完，好红哥太牛了，吃饭加喝水。那好红哥，你说吧，你本人到底多少斤？你吃这么多，你肯定很重。事到如今也没法骗人了，你赶紧把你真实照片发出来吧。Made 100 good stories. 100 good stories make me interesting at parties. 100 bad days made 100 good stories. 100 good stories make me interesting at parties. Yeah, no, I ain't scared of you. No, I ain't scared of you.
好吧，我明天拍个自拍，我相信郝红哥八块腹肌，你看了别拉黑我。我不是看过你的自拍吗？就是那个发际线到这儿的那个是吧？哎，对，你不是说今天去相亲吗？郝红哥，你不是今天去相亲吗？Stories make me interesting at parties, yeah. No, I ain't scared of you. No, I ain't scared of you no more.什么不要造谣啊，那不是问别人，是你自己拍给我，你还问我说学姐我的这个发际线算靠后吗？开玩笑。我说你这发际线不是属于靠不靠后了，你这是属于没有发际线了，已经就等于说是。等于是没有发际线了，等于说是。哦，我说七说你去相亲是吧，你之前不是说你要去相亲吗？对，你相亲怎么样啊？楚游跟你开玩笑的，宝宝。Dear Winter, I hope you talk to girls or boys or anyone you like. I just hope you don't stay in every night. Cause I wish I was out tonight.嗨，七七，男人说过的话24小时之后就不算数了。我说过多少？真的假的？七七，把它记在笔记本上啊，这是一条真理。男人说过的话，24小时之后就是不算数了啊，是真理，记一下啊。男人说的话，24小时之后他就不算数了。就是男人。I'm hoping that someday I can meet you on this earth. But shit, I gotta meet your mom first. Dear Winter, I hope you like. 我说过多少次了，天气这么冷，谁还出去相亲啊？真的，别再什么男不男人，是个人就不应该是这样。好了，破案了，郝红哥不是人的。This song. 别什么。别什么男的是不是人，这算慢了，有的我上个厕所就变了是吗？这已经算很慢了，都上个厕所就变了，家里好好躺着不香吗？男人怎么这样，我真的受不了了，真的什么玩意儿啊，这男人什么东西啊。No grass today, but that's 'cause I'm the one on stage. So who am I to? Man, 怎么回事啊，兄弟们，这男人怎么回事啊？江小白，你也是女孩子吗？是的，不太对。我现在能变拉黑子然，不行，要跟他聊天。还是拉黑吧，不行，要和他打会儿游戏。你这是精神分裂，你这不是。男人怎么都这样啊，好失望啊，到底世界上还有没有正常男人啊，兄弟们。有没有正常男人啊，有没有正常人，真的。我现在只求有正常人，真的。以后别问我找男朋友什么意思，想要什么类型的，我说正常人啊，正常即可。这个正常人即可。早应该参透了，七七说太对了，我们早就该参透了。刚刚我跟七七聊了半天，总结出来的规律是，现在找个人真的是困难，注意找个人。你觉得不正常，其实都是正常现象。兄弟们，擦个药啊！
上号吧，兄弟们，上号吧。不能来，不能吃辣的，我现在。But it's sucking just a little now, and I don't wanna cry no more. So I set my bar real low. I'm A-okay, I'm A-okay. You say it, but you just don't mean it. You're so insane. 要找个女孩子。我现在的性取向一定要改变了。跟七七聊完之后，我发现我现在他妈的喜欢女孩子了，兄弟们，真不跟你们开玩笑。不是太干就是太克，是的，这哈利波特有点难啊。这七七得逞了，我跟七七聊完之后真的是总结出来了，真的找一女孩吧。男的真的没好人，男的没好人，兄弟们都是好兄弟们。不要太偏执，输了就输了，别总想赢。气童话二哦，我没玩过那个，我等级太低了。你是什么？我确实不爱打精灵。对，我没打过低等级的紫色的，哪有紫色的呀？我都没获得过紫色的。一条黑龙十万，算了吧，他妈十万块钱干嘛？不好玩游戏。篝火旁的身影，白龙队二十二，拉倒吧，有这钱干啥不行，宝宝都要两万，有病吧，两万块钱现实中你能买什么呀？能买条真龙的，对，都可以。都能买条真龙了，宝儿。没金回下。Sorry， 我没打过紫色的。滚蛋滚蛋！淡紫色。淡紫色。顺利，帅了。
现实。Acid for Sydney. That's a protein coating.还有大佬充值的，那真的是太多钱了，钱多了烧手了，那是不是？我觉得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境界。花时间在里面，对，我信游戏主播了，要么你就充钱，要么就花时间在里面。做金融的了，他说随便充一点，我操，牛逼呀！牛啊牛啊牛啊！随便一充就充个十万是吧？相见宝宝，充了80万，然后自己又没玩了，我操！80万给我不行吗？非得充值，刷给我不好吗？你让他刷给我，江小白。这就是最后一个了吗？这就是最后的那个 boss 了吗？这么简单的吗？哎，我发现红色线索了。哎，我们去打那个红色，我发现红色线索了。哎，我发现红色线索了。我们打那个，走，我们去打那个。我们打那个去，打那个去，打巨猪去，我邀请你们。选几星的？五星的还是四星的？下周再打。
这不是已经到下周了吗？今天周几？哦，过十二点就到了。哦，你们邀请我吧，我还以为已经过了十二点呢。你们邀请我吧。更新是五点哦，原来如此。谢谢弟弟的粉丝荧光棒。选的是蛇院。一个坐骑，两个648，太贵了，太贵了。蛇院都氪金大佬，我真没氪金啊！我选蛇院是纯粹我喜欢那个马尔福德克拉。Thank you.
们居然把技能放出帅啊！我不喜欢伏地魔耶，我觉得他没鼻子好恐怖、哦。伏地魔的扮演者，你去看看。行，我到时候去看看，我还不知道谁扮演的。这么多年了，我都还不知道伏地魔的扮演者是谁。确实那个演员挺帅的，瞧一眼 ，OK。玩哈利波特吧，宝宝。
金卡没齐呢，我好多卡都没有，我赫敏伙伴卡都没有。连麦格都没有。很难凑齐，我也觉得了，我发现了自己抽很难抽齐的，自己抽确实很难抽齐的。今天大姨妈来了，十一点我要准备下播了，宝子们。十一点我要准备下播了，宝子们。宝子们，十一点我要下播呢。十一点我可能要下播了，宝子们。And I'm losing my mind, cause it's 3:30 and my brain's on fire. I've been counting sheep, but the sheep all died. And I'm trying too hard, but I can't not try. Well, I can't fall asleep, and I'm losing my mind, cause it's 3:30 and my brain's on fire.伏地魔，我看一下伏地魔的演员，我们一起看一下。伏地魔的演员，拉尔夫。这也太帅了吧！他
他演了那个吴霞赴死了吗？哇，这也太帅了吧！这么帅，这么帅演伏地魔，兄弟们这么帅演伏地魔，我没懂啊。这么帅演伏地魔，兄弟们没搞错吧？帅成这样当伏地魔？帅哥都喜欢证明自己不是靠脸靠演技的，跟我的朱一龙一样，小甜痴，小甜怯让。还是很帅，宝子呢？我下播了，宝子们，拜拜。跟小李子一样，也是想要靠演技征服观众。拜拜，拜拜，七七，拜拜。